陳志全議員。多謝主席。林滿光就話行政立法關係去到臨界點，而家就政府同市民關係去到臨界點。阿副局長，你知唔知副局長最重要嘅工作係乜嘢啊？摘拆政治炸彈啊！就係、是、你有冇去見過啲村民？你一陣間諗住落去見下啲村民。你有冇揾過啲我哋啲議員去諗住處理呢個問題？今朝有個電台訪問我，本來就話我哋好拉布，最後個結論就話原來政府咧係冇同市民冇同議員溝通嘅。是霸王硬上弓，數夠票就想撳中國，又希望主席呢你幫埋政府嗰邊，咁點得啊副局長？副局長一提啦，你會唔會落去見啲村民解釋俾你聽？你解釋俾我哋聽都冇用啊。係主席，你有冇見過啲村民啊？之前俾局長答你啊。我哋一路其實自去年咧，舊年咧七月四號之後咧，公布咗修訂方案。我哋局方一路咧都舉行咗好多簡介會，同埋咧同好多持份者對話。包括石石兩嘅營運者。你今日領隊嚟呢度攞錢，我哋已經同佢哋做咗好多，繼續會保持嘅溝通嚇。正話局長喺之前都亦都講咗，佢哋嘅繼續會加強。之前嘅夠唔夠，我諗都未必話一定夠定唔夠。好啊，我哋仲有幾位繼續要問嘅，嗱老老實實啦。啊，仲有其他問題，都係如果類似嘅，有啲咧已經唔係喺個財務範圍噶啦。啊，有啲咧已經係重複咗，都相當多次。咁我希望咧，大家都係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遵守個規則啦。咁我哋就盡量俾大家嘅。啊，咁啊，最後係仲有陳偉業、張超雄同梁國雄議員嘅。啊，分別係第13次、第16次同埋第15次。